去啊！几个？俺来了。你怎么还没走？子慧呢？快走吧。那儿呢？对。就你这点小伎俩，还想骗过我哥俩？走啊！你赶紧丢钱药，我去找人，快！做我女朋友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如果苏慕云今天向你告白，你先亮了灯。为何忽远忽近？对视却又吹不散的涟漪，我想我们当然只是太过于坚持而已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，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况且你以前是怎么欺负我的你忘了？我呀喜欢温柔的天使，而你是毒蛇恶魔，完美错过所有正确答案。哦、oh。